蝶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着，当他们看到一棵小草，他们就会把这一棵小草变成一朵花。很多小伙伴对我说蝴蝶非常自由，非常自由。错，其实他们一点都不自由，有一个人可以操控他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蝴蝶非常漂亮。如果你喜欢蝴蝶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蝴蝶看似自由，其实他们并不自由。当看到一棵草的时候，一只蝴蝶就会靠近，把草变成一朵花以后，它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我们再也找不到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蝴蝶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并且我们发现有三只紫色的蝴蝶正在监视着这一只蝴蝶的工作。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，一只普通的蝴蝶就有三色紫色的蝴蝶，而这种紫色的蝴蝶，我们在花悠悠的换装皮肤霓裳物语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蝴蝶，并且我们发现花悠悠居然可以操控这种紫色的蝴蝶，让它们来回飞行。所以我和学姐推测，这种紫色的蝴蝶它来自于花悠悠，而花悠悠操控着整个蝴蝶，你们知道了吗？